大家好，我是张帅，这个肚皮有我了的，有客人烦了噻。今天呢还是我的秘密饭哈，秘饭在这里，你看嘛，带着冒烟烟。今天呢打算把我上万把剪刀来把它弄了，今天蒸咸鱼哈，你看嘛，焦干了。还有这个酱肉呢，本来没打算吃它的，结果那个发觉有那个老鼠在这头咬了几颗牙龈，我再不把它吃了噻，可能都拿给它吃完，所以说还是先下手为强，把它洗个多。酱肉呢，用热水，拿刀子刮干净，刮干净了的，这儿就把那个猴子啃了，就拿来旋一下来，又少吃两口了。我们再把那个咸鱼了嘞，把它洗干净了，这样好蒸。这个鱼了噻，就把这个酱肉都慢慢洗了，它有的鱼翅吧，晒个梆硬了，你看嘛，累，上环保间。这儿呢，把酱肉拿来切成小坨坨，丢到锅里头，把它来蒸起。主人如果没得梦想的话，跟这个咸鱼有啥子区别那个？把它砍了。再跟他配了一个那个来跟葱葱，要不然锅儿没得那么大，蒸不到。在我们这边哈，那个咸鱼呢有很多种吃法。小的时候那会儿，就是我们奶奶煮这个豆豉，大人那些都是用豆豉来蒸。要么这里没得，我就找了个那个的嘛，大葱，把它来切起去。切成那种片片，我这姜片片，撒点葱片片，再来一点料酒哈。那个酱肉的香味呢，都已经蒸了出来了。这儿把这个东西放到锅儿里头，把它蒸起，再把酱肉拿来切个，等一下再回下锅，再蒸一下。那么是蒸得更香，把油那些全部蒸出来完了。上火喽，鱼儿蒸好喽，现在把那个酱肉拿来蒸起。这个酱肉呢，换了个地方跟它蒸。在那锅里头烧的热油，等下炒个凤尾，再把那个油烧到那个咸鱼头，就可以开饭了哈。出油了哈，吃饭了，朋友们，真饿不了的。这个酱肉安逸嘛，亮晶晶的，嗯，满嘴爆油，还是整块我这个咸鱼噻，噶，它翻不了身了这儿的，嗯，还是多香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适合下酒。这个酱肉和那个腊肉不一样哈，那个腊肉是拿白啊那些抽了的，这个呢是直接用的那个酱那些来抹到这头，那么多晒干干的，就像那个茅台枪，喝到卷儿去的，但是不打脑壳，吃多了也打脑壳。我酱香味啊，
这个范儿倒是吃好了，唯有这个美食与酒啊，不能辜负好嘞。尤其像今天这个这么下酒的菜，喝起走哈。没得哪个啃这个东西了，我来把它啃了。这个爷们呢，把那个素菜切切哈。我兄弟呢，把那个酱油整的差不多了。唯独这个下酒菜，他们都没那么子动，只有我十娃来慢慢解决了噻，噶。二龙，你不要盯了，这个有盐巴的你吃不得哈。那么，朋友，十娃就慢慢啃起走哈。拜拜。